Hello， 喺獅子山啊，而家睇緊呢個煙花，除夕煙花，2017年到2018年嘅除夕煙花，即將就會喺3分鐘之後喺維多利亞海港發射上天，跟住爆開嘅啦。咁而家我哋即場啦。在獅子山做這個拍攝，咁背景音樂咧就喺網上邊揾翻嚟嘅，咁都幾配合到條片，大家可以欣賞一下。我可以睇呢個環境係非常之咁靚嘅，咁啊望到依個筆架山上面嘅天文台站啦，咁啊。仲有依個比較新啲嘅啊橋啦，咁啊下邊一望就係都係九龍塘啊、油尖旺區啊咁樣啊，咁我zoom翻埋去睇依個嘅維多利亞公園，唔係係維多利亞海港上空。將會有煙花，差不多時間，應該仲有2分鐘就會開始了。那因為早前呢在11點的時候就有其他煙花就發放了，所以上空就積聚了不少的灰塵。所以現在的能見度是比較低了一點的，相對在海港的話當然會清晰一點啦。但是呢獅子山這個景觀咧係非常之少人嚟嘅，咁所以咧亦都係疏散嘅時候，亦都係快啲，就唔會困住咗喺個尖沙咀嗰度困成個鐘嘅。10, 9, 8, 7, 6, 4, 3, 2, 1, Happy New Year！ 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你呢？哇！哇，好靓呢度睇。
常啲煙咧都會吹過去太平山嗰邊。Happy New Year! 開心啊！哇，又大啊！哇，有字噶 ，S 八，系啊，八字。我2018。2018，哇！咁我俾你做好嘢啊！又金又紅啊，真係好靚！仲有字添，哇！有心形。哇，超靚呢個，好似金粉啊！好大煙，哇！好閃啊！年年香港呢個時間係最多人。因為新年咧，通常都出咗埠啊，或者去咗翻鄉下咁。係啊，1月1日通常都最多人，即係留港嘅話就最多人。
咩字啊？陣間會聞到啲火藥味啊！吹過嚟，會炸啫嘛，會聞到應該。哇，好靚啊，橙色啊，黃橙紅。可能過幾年我又去唔同地方啊，補多幾個 shot， 跟住合埋就人生嘅煙花。人生煙花大會演合成一層，每年想想啲角度，哇！有綠色啦，跟住綠色啊，好少有嘅綠色啊。其實做每種火藥嘅顏色咧，都非常之咁困難，要係研究出嚟。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。幾時有小蝦蝦，小蝦蝦出嚟啦！呢好似米奇嘅嘢，米奇，深深啊，深深啊！做煙花嘅人都冒住生命危險啦，深深好靚。完咗咯，但系我哋仲听到声，系啊，我哋迟咗几秒先听到个声音，系非常特别喺狮子山第一次嘅睇呢个烟花嘅垂直烟花，系啊，咁啊完咗啦 ，Happy New Year， 觉得好睇嘅欢迎转载或者 share 啦。